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几慢了呀？ 苏林烟，干嘛呀？叶千羽，你鬼哭狼嚎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不说不把钢琴卖掉吗？客户给我转了定金，今天又把尾款转过来了。啊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卖啊？你不是说三天之内凑齐钱给我吗？钱呢？所以我现在给你送钱来了。这个是我所有的钱，一共4200块，你先拿着，把钢琴留下来好不好？叶千羽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答应你，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补上，给我一周的时间。哦，不，3天就好。不可能，给你。我不可能让你卖掉他的。叶千羽，你给我起来！我不许你卖掉这架钢琴！你真耍无赖！我就耍无赖了，怎么了？你起来！我不起来！关于 ITA 派来的代表查到什么了？目前只查到了他是个有1000多万粉丝的旅行大 V， 在微博上的名字“大刀在天上飞”，但是他的微博没有任何正面照片，所以跟真人还对不上号。ITA 的人要做评估，自然会来关美渔村。你多关注一下最近关美渔村的进出情况。好的。就耍无赖了，你起来！哎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别动！哎呀！怎么回事啊？李叔，叶千羽在我店里闹事，你帮我管管他。千羽，有话好好说呀！你说你……只要苏丽英不卖到这架钢琴，我就好商量。我还非卖不可了！你给我起不不起来？起来！别闹了！你们俩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这道材质太亮了，单总不喜欢。哦，颜色换成黑色吧。好，尺寸你们有吧？单总一直是我们的老客户，上次尺寸记录是1个月前。嗯，如果身材没有变化的话，我就按照那个尺寸下单了。嗯，哦，记得，材质里边千万不要有羊毛，他对羊毛过敏。嗯。我们知道了，一定会注意的。子清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范小姐，咱们拍张定妆照吧。好。好，笑一下。子清，咱们一起拍张照吧。不，算了吧。过来啊。还是算了吧。过来。啊，行，来，快！好，两个人都开心点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啊！谢谢。子谦，我好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俊浩他应该更喜欢白色。我觉得这套挺适合你的，你可以跟他商量商量。算了，我还是换件白色的吧。哎，金枝，我东路，你赶紧过来一下。这苏丽英跟这个千羽他闹起来了。啊，对，就在这个苏丽英琴行那里。对，快点！
怎么回事？前面辆车把路给挡了。不管他了，连情带人，给我一起抬走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能搬走，不能搬走，不可以，不能搬走，不能搬。苏丽叶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不搬走这架钢琴呢？求求你了，真的不可以。林英姐姐，这个给你。这是……虽然我很讨厌叶千羽，他又粗俗又抠门，整天给我抢饭吃，又没有林英姐姐好看，但是他这样我有点看不下去。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可是盛哲，这些也还是不够啊。啊，还有这些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打电话叫金枝过来的。这些也不够啊。苏丽叶，求求你了，可以不卖掉这架钢琴吗？这是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我保证剩下的钱我会在三天之内给你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不要卖掉它，求求你了。是我不近人情，是我收了人家的定金，如果违约的话我要赔双倍，加上这违约费你们差的就更多了。阿姨，这钱给您。千羽，你也别为难我了。东路叔，你快劝劝千羽吧，客户还等着我呢，我不能在这儿耗下去了。千羽，要不今天你先回去，你看这人跟车往这一横，把这路全堵死了，这后边人都着急了，别让李叔难做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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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羽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们不会，李叔，李叔，李叔，我们现在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我去想办法啊，啊，没事的，留给我唯一的。好，回家想办法。没事，我们回家想办法啊。好了，千羽，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要不是因为你的言而无信，我早就把我妈的钢琴买回来了。好了，千羽，不要难过了。等以后我们挣的钱，一定把它买回来，好吗？不然这样，我现在去煮你最喜欢的红烧肉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不行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就放在这儿吧。啊，放在这儿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辛苦了，叶千羽，你真好命，竟然有人出钱让我把这架琴给你送过来。谁给我买的？我哪知道啊！不过刚才你走了以后，有人联系我，出双倍的价钱让我给你送过来。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有钱的人？我谁也不认识啊。好吧，反正这架钢琴啊，就属于你啦。我先走了，阿姨，拜拜。这钢琴是我的了。哎呦！可是这到底谁送的呀？对啊，是谁送的呀？难道是太初？太初？是那个城府帅哥？这钢琴放哪儿啊？啊，摆千羽房间，千羽房间啊，二楼。
来，穿上我当年的战袍，去把敞篷帅哥拿下吧。会不会太花了？记住，这个曲奇一定要说是你亲手做的。战斗吧，老姐，找到有钱的姐夫，要多给我零花钱哦。加油！